錯啦，呢啲就叫做睇波症候群，黑輪粉。你公司暗務都有一兩個嘅，冇錯，我公司正正有兩個。瞓啦，瞓。哦，唔係，佢呢啲叫發惡。其實佢黐咗假眼，似周星馳咁樣嘅。叫我？邊個叫我？其實佢眼係吸住，但係黐咗假眼嗰度似醒。Go！系啦，呢啲又系睇波症候群啊！睇完波乱咁噏，或者乱咁发梦啊，或者系一路你觉得你身边呢个同事点解系咁起晒肥咧？系因为你一路睇波啦，一路兴奋一阵就会做咩食嘢，尤其是一啲煎炸嘢，或者饮嘢咯。Go！ 因为点解咧 ？Go！ 夜晚呢个离胎厚咗啊嘛，食啲重味道啊，煎炸嘢先有翻啲味。喂，点啊？你觉得呢个韩国对呢一个巴西嗰场点睇啊？我覺得比利州會贏，你點睇？歐錦賽今次咧真係好鬼刺激，因為綜合咗好多唔同嘅呢一個球隊。呢個就叫 Superwing 啦，仲有呢個係貓 Jeff 嘅，唔係，因為 Sullivan 有貓 Jeff， 錯，有貓。我今日講嘅提示係咩咧 ？OK， 贏嘅包括係丹麥同埋德國，絕對唔會帶你去荷蘭。荷蘭係會翻荷蘭呢個。C 罗可以提早打包翻屋企。OK， 咁可能你最近同事或者身边好多朋友就最近喺度讲波经嘅话，由佢，由佢过埋呢个比赛就冇事噶啦。冇事噶。不过啱开始咗第一个礼拜，咩？仲有廿场赛事啫。呢就睇波症候群咯，失咗啦。都系讲真啊，唔好讲咁多。哎呦，咩事？熄燈，熄燈。有啲咩女仔咧可以打上嚟投訴自己 boyfriend 睇波唔理佢嘅 ？call 上039431136，或者留言俾我哋睇波症候群。瞓啦喂！6:09啊，開波。6:09，又起身睇啦。